爷花了1000多买了一条人工饲养的鳄鱼。你说人生如梦，我说人生如秀，哪有什么不同，不都一样朦胧，朦胧中有你，有你跟我就已经足够，你就在我的世界升起了彩虹。简单爱你心所爱，世界也变得大了起来，所有花都为你开，所有景物也为了你安排，我们是。咦，你怎么又买手机了？这个手机又不贵，才700多，是我在转转 APP 上买的二手华为 P20，比新机还便宜1000多了。我看着还蛮新的，不像二手手机。是的，还保修1年了。你手机用了那么久，强烈推荐你也去买。老王，你这边搞了个大货，赶快来啊！不听话就把你烤了。还不是为了视频的在用嘛，大老镜头。再次再度常相逢，我们是如此的不同。来来来，你吃。